左邊咁多位唔該。好啦，我哋麻煩咧台上面嘅朋友咧，我哋俾傳媒朋友方便啲影相咧，我哋由上機左邊至右邊。咁當然咧，中間有請咧，我哋企喺中間嘅 Kiko 留一留步啦。 因為跟住落嚟咧，有個非常之，為大家展示2018年度亞洲太平洋國際小姐香港區嘅冠軍候官。各位尊貴嘅嘉賓，各位藝人嘅朋友，各位傳媒嘅朋友，你哋好！歡迎你哋嚟到亞洲太平洋國際小姐2018香港區嘅發布會同埋海選嘅活動。我今日好開心。 因為沙天咧好榮幸可以適逢呢個選美踏入50周年，榮獲到連續6年嘅主辦權，分別喺中國、香港同埋澳門。我承諾沙天一定會為呢一次國際嘅選美變得更加璀璨，同時間亦都感謝為呢次選美鼎力支持嘅協辦商、全力支持機構、慈善支持機構。 同埋一眾我哋嘅尊貴嘅客户，同埋我哋嘅星級評判團。好，我哋咧先請我哋其中有幾位嘉賓咧，可以企一企過台嘅另外一邊咧，方便我哋轉頭一齊影相，同埋啟動呢一個大會儀式嘅比賽順利進行。 Congratulations to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Miss 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 Pageants, and this will also launch the 2018 Pageant Contest.